这里不是乐土大厅吗？是我们初次见面，倒是很便，毕竟接这里是说你说过。是呀，这里要不要再加些装饰品呢？看起来会不会太像普通聚会了？今天是要讨哇，看起来这接下来去看看其他。哇，浮在空中好漂亮啊！让维尔威负责装修，果然是正确的决定。之前使用这里的人可真是缺乏情调，还好我精心布置了一遍，现在看起来可爱多了。